大家好，我是尤俊林。那俊林今天准备了一个画，就是老虎的虎虎生威。大家看看哦，那老虎是非常有威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借由那个老虎，大家都知道老虎是森林之王，我想借由老虎的威风能够射招降服我们的疫情还有我们的那个灾难。那虎虎生威是今年我2022年所展望的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做什么事情都顺顺意意的。那在此呢，我要恭祝东方日报的朋友们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好运，虎虎生威，恭喜恭喜。